戏是童话勇者，主要我们主打的是轻松可爱的游戏风格，那简易的操作，所以用一只手指头就可以做移动。那靠近敌人的时候会自动攻击，每一个角色有三个不同的技能。那游戏另外一个特色是可以随时在游戏里面切换不同的角色，这边皮诺丘。另外一个角色是猎人，同时我们也有自动战斗的功能，可以方便玩家的练功啊，或者是在通勤的时候也可以容易游玩。那角色就会自动移动，自动去找你。没有，我们目前有两大区域，每一个区域有12个地图，每一个地图会有三个不同的小地图，像现在到了第三个地图就会有 boss，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boss。游戏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要玩家收集不同的角色，然后培育不同的角色，所以我们有很丰富的培育系统，我们有强化合成。然后技能也可以另外做提升，像这就是游戏里面的 BOSS。那一个关卡大概就是这样子上。